上拉起封锁线，神秘小艇在哪里？看完守城满头问号不要紧，即刻来个海上战术大曝光。 Ready? Go! 其实在海上面进行包抄呢，第一个难度就是我们要确认我们的目标船的位置，因为海上有很多不同的使用者，另外有很多天气的因素，还有香港其实都是一个很细小的海域，有很多危险点，我们都要顾及这些情况。守城里面呢，我们进行海面的封锁，除了小艇的配合之余，亦都要出面不同的分区进行配合，包括一些中型的巡逻警轮和大型的巡逻警轮，配合小艇一个策略性的位置，令到海上面我们封锁的区域不要被一些可疑的船只进出。我们的装备上面呢，其实有不同的追截艇，有不同的枪械和不同的火器。除此之外，我们另外也会有一些登船的装备、破门的装备和专业的医疗装备，这几方面是我们小艇较为独有的。其实就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和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去接受不同的挑战。加入小艇分区，我们会接受一日的轮船过程，其中包括船艇的操控测试、一个体能测试、一个水试和一个面试的。